深呼吸，贴近天空，爱的心从天再展示，在人梦里飞行，愿星光中照亮，倾出爱的心，微风中笑着，愿随护爱精神，心相近。似是人生，虽偶尔挫败有泪印，有泪与共结伴，如今渺渺更逼真。就算牺牲，不需要问回赠。越过胸襟，将会让过万众跳出抖震。无止境漂泊，没掌声。星的国度，在人梦里飞行，愿一天中听着歌声与欢欣，晨曦中暗地跟随户外精神，心相近，爱亦近。你不能倒下来，你要照顾弟弟。小健不会有事，我不会让他有事的。糟了，忘了还给人家。他儿子不喜欢我，不会接受我跟他爸爸结婚的。谢谢了。呀，做得好啊，医生。谢谢。来肯尼亚看动物大迁徙？对，有问题吗？没有，我看你这么热心，我是生命动力的义工，来这里做一些医疗救援工作，所以想看你。对不起，没兴趣。王副医生，喂，当总，哇，好久没见，你拿漂白水洗澡的还是这么白啊？不是，还是叫我苏珊吧。草龙，别只顾着玩了，端着车在那边等啊。走吧。好的。这个背包不是我的，有没有搞错啊？我的哪儿去了？少谦他们已经安排好了，现在在等你们。待会儿我到银行去拿钱，你们先回员工中心。好。哎，对了，你到控制中心的时候呢，看看香老有什么寄给我。很惦记香港的家人啊？不惦记是假的。Excuse me, do you know the Life Force, some kind of a voluntary organization? Oh, the daughters.I know. Please bring me there. Oh, yes. Thank you. Hapaenu. Nzuri. Gentil, you get the money? Yes. Okay, these are the documents Brian asked for. Mm-hmm. And all these are the emails from the friends and the families of the workers. Oh, quite a lot. Yeah, our guys have been working so hard in a place so far away from home. They need all the encouragement they can get. Gentil. Yes. And this parcel is from Susan's family. Oh. I know she's going to be very happy when she gets it. Yes, thank you very much. Welcome. I got to leave now. Bye. Okay, take care. Okay, bye. Thank you, Lord. Drop me here, please. Keep the change. Thank you.Sorry. Hello.
慢点，金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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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I told you I was sorry. You don't have to chase me like that. Hello, sisi na kimbiza kala mepo na angusha kala mu. Sisi na kimbiza na lete wewe. Na na troka. 睡了这么半天就想还我笔啊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好人当贼看了。咦，草龙的包包怎么会在你这儿？就是你们生命动力的人拿错了我的背包，要偷也偷值钱的东西啊，难道偷卫生纸啊？你知不知道卫生纸啊、笔啊这种东西在这儿很珍贵呀？你还怎么说都行，总之我只想换回我自己的背包，我不是贼。喂。 你相信我，我没骗你啊。你要拿回背包，那就跟着我吧。能够看到这么多动物，再辛苦也值得。你说你是心脏科医生，可是你这么喜欢动物，为什么不做兽医？ 人跟动物没有冲突，都是生命。对了，你为什么听得懂这里的土话？他们是我们的服务对象，要得到他们的信任，首先要了解他们的语言文化，要不然很容易碰钉子。这么有经验，加入生命动力多久了？3-4年吧。为什么会加入？为什么？想帮人了。哦，你刚刚毕业，所以有空做义工啊？我在香港有工作的。 生命动力没大财团赞助我，我们的经费全都是来自民间的捐款。除了有部分人是全职之外，大部分都是义工。每次来做义工啊，都是自己停薪留职。很大牺牲啊，很热心的。我只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意义嘛。原来这儿离红鹤湖还挺近的，那有上百万只红鹤，能不能顺路送我去？哇！ 从这里到红鹤湖等于从香港到广州那么远，无论时间和金钱，我们都给不起。钱我可以给。如果你想捐钱给我们的话，我非常欢迎。可是我们来工作不是来玩的，要不是你跟阿芬调换背包，我根本不会让外人上车。 出什么事了？ Gari maribika to skume. Sawa, 下去推车。推车。有问题就一起解决了。下去吧。挺有个性。Ready, one, two, three. 哇，好大灰尘。 来这里该撂到了，你不习惯换件衣服吗？我穿不惯别人的衣服。喂，有没有水喝？中啊，嗯，没来。哦，需要。阿三的，那，这水条喝过，不用了。别人的衣服不穿，别人的水不喝，你这人很挑剔啊！你不能吃苦，捐血给人来亲近大自然，你还是赶快回家吧。 等我熟悉了环境之后，跟老虎睡也行。Sorry 啊，非洲可没有老虎，狮子和豹怎么样？Coffee。 Don, where's mine? That's unfair. 干什么？看不惯我老公对我好啊？你了不起，找到个肯亚王子，难怪我们香港那么多王老五，通通都没有市场。我们喝水就行了。阿芬，我看到登记簿上面来打针的人比我们预算多了很多，我们够不够疫苗啊？其实他们很多人已经打过了，不过他们以为打得越多越好。
你放心，我们替打过针的小朋友在肩膀上盖个印，不会重复的。你别忘了啊，鲁 K 的基地距离这里很远，要补给需要时间的。啊，对了，你有没有空帮我买东西啊？有，我怎么会忘了呢？古龙水，不像是你的风格。嗯，这不是我的衣服。哎，跟他的背包调换了。喂，我换回背包再把东西还给你吧。嗯。喂，听说有几个小朋友得了麻疹，是不是？是啊，有六个，已经隔离了。过去看看。全部都有发烧。还有流鼻涕和流眼泪，眼睛很红。不过还好，这是早期的病症，问题不大。看这边。病例的家里慢慢。Oh, easy, easy. 啊，这两个比较严重一点，红疹长得全身都是，而且持续了好几天。这两个呢就比较严重一点，但是外面那四个呢很快就可以离开了。OK， 待会儿啊告诉他们的家长，让他们不用担心，我们会照顾他们的小朋友的。好了，大家要帮忙了，他们全来了。这个组长还真厉害，上午才通知他，下午全村的人都来了。所以说我们的任务根本就不用做宣传，通知他们每一组的组长，什么都搞定了。嗯， OK， 开始工作了。嗯。Thank you, Juma.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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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握得这么久吧？这里的人习惯握手越久，就表示越把你当朋友。不过如果对方是女人的话，最好是避免身体接触，要不然呢，他会觉得你在侵犯他。你是不是受他们的感染？总是距离三尺，你怕我冒犯你？我是来这儿工作的，不像你来这儿玩。这些泥屋就是你们的医疗中心啊？这里是员工中心，我们住在这里。正好，我先洗个澡。嗯。阿芬在医疗中心忙着，你自己招呼自己。待会儿有时间，我带你去换回背包。这个行不行？谁说不行啊？这个是我们员工中心最名贵的设施，你小心用。还有啊，水要节省用。水要节省用。我们一分一毫都是来自民众的捐款，行政费规定不可以超过捐款的20%，所以一定要省。如果你不习惯呢，就回去住你的五星级大酒店吗？大丈夫能屈能伸，有水就行了。喂，你干什么？这么粗鲁？我在帮你吓走蛇虫鼠蚁啊。这里有很多小动物的吗？也有一些啊。还有蝎子呢，待会儿你开水的时候小心一点啊，蜜蜂啊也有可能藏在莲蓬里面的。你不是吓我吧？信不信就由你了，慢慢享受吧。
对生活品质有一点要求，没什么问题吧？如果你在这儿生活久一点，就会知道自己的生活是多奢侈。要是每个人只求两餐温饱的话，这个世界就不会进步了。我看我跟你是两个世界的人。哎，这么多人，是不是全非洲的部族都来这里了？长矛放在这里干什么？你没有看见标志吗？医疗中心呢是不可以带武器进去的，因为当地的人呢习惯带长矛在身边，所以进去之前呢就要放在这里。还有啊，你不要多手跑去摸它，因为他们多数呢会把土制麻醉药涂在上面，用来打猎用的。总之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呢，就不要碰它。啊，你解释的倒挺详细的。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找阿芬。他们以为你是义工，又来发糖果。我有预感会再碰见你。你不是想实现预感，所以调换背包吧？王府芬，叫阿芬。我姓齐，叫 Kim。刚才那位夏小姐，琴琴，她在里面工作，她少做一会儿工作就不舒服。喂，我看你穿这件 T 恤穿得很好看，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有机会的，我现在只想知道有什么办法回内罗毕。哇，这里很偏僻啊，除了我们有车之外，应该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了。那能不能麻烦你们载我去？现在不可以，因为为了省燃油，我们不会随便用车的。明天吧，明天早上有车去控制中心，顺便送你去。那我要工作了，要是你想休息呢，就去那边的员工中心吧。OK， 好啊。喂，反正我闲着，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知道中途插队呢是不合规矩的，不过这位医生呢很有热诚，把他留在这儿帮忙吧。多个医生帮忙当然是好事了。这样吧，首先帮忙做消毒方面的工作，帮我看着。OK， 好。嗨，这个小朋友气喘和发烧，像是并发肺炎，要打抗生素。Sarah。对啊，有并发肺炎，我替他打抗生素。好，你现在看起来像个医生。难道你真以为我是兽医？怎么了？找不到血管。他们的皮肤太黑了，很难找的，要用手摸才行。虽然都是医生，可是也要经验老道的。你说我老啊？才不是呢，你有经验吗？他们是不是在祈祷？对，伊斯兰的规矩，每个教徒每天都要祈祷两次，一次都不能少。苏珊，你为什么不用祈祷啊？我没有宗教信仰，我跟当结婚之前说好了，他不会强迫我。喂，虽然当在美国念过大学，思想比较开放一点，但是他的家人呢，能接受你吗？我们不是跟他的家人住，不过逢年过节也会回去看看他们的，我也很尊重他们。这个呢，就是环球美食自助餐了，是由不同国籍的义工呢每天做一道家乡菜。这是什么？饭团？布咖喱，是本地人用玉米粉和薯粉倒在热水里面搅匀，等凝固之后搓成一团就能吃了，尝尝。谢谢。怎么样？太淡了，没味道啊。我就知道你小看我，吃不惯了。有进步啊。这里没电视，没有报纸，用什么办法叫这么多人来打针？靠张嘴来传了。我们通知组长，组长会叫他的族人来的。
嗯，好了，够了，我先走了。喂喂喂，记得帮我把礼物送给优娜。行了。嗯。他去哪儿啊？关你什么事啊？他去看他的干儿子、干女儿，他每次回来都去看他们，其中有一个还是7年前他亲手接生的呢。 How are you? Fine. Good. How's Clement? It's fine. Good boy. 这里的马赛族人告诉我，说扎罗山有个传说，因为山太高，老是被云雾挡着。如果有一天你看到山顶的话，记得要许愿啊。 因为愿望一定会实现。喂，那个小医生，他说趁天没黑出去拍照。不是吧？他路不熟啊，到处怕很危险呢。你担心他？放心吧，我给了他一个背包。谁有空担心他啊？我是出于人道立场。其实那个小医生不错啊，听说啊还是一个天才儿童。 15岁念大学，难怪他那么年轻啊就已经成为专科医生了，最难得的是个帅哥。你怎么那么快就摸清人家的底呀？吃饭的时候他自己说的，刚才正好你走开了。他是不是天才不关我的事，听不听也无所谓啊。你没有感觉到吗？感觉到什么？他对你有感觉了。哇，我才认识他一天啊。没有问题的，你知道吗？我第一眼看见当呢，我知道我跑不掉了。可是我对他没有兴趣。 你跟你姐姐呢，真是两个人。小童呢，就温柔体贴；你呢，冷冰冰，像根冰柱似的。长大了，交男朋友吧。哎，我现在的生活呢，过得不知道多充实。这种事呢，等有时间再考虑。喂，这里的天黑得很快啊，他能去哪里呢？还是不放心啊。这个人是我带来的，我有责任照顾他的。走吧，我去找他。 Jumbo, Jumbo, excuse me. Take a photo. Thank you. Thank you. Hey. Okay. See you. Bye. Hey. Huh? 什么路关掉路啊？ What? 什么路关掉路啊？ I don't get it. Sorry. 什么路关掉路啊？我来干嘛？关路关路，来个香港。I don't get it. 你刚才是不是帮这个女人捡起项链，然后替她戴上？不是这样也有罪吧？ 你知不知道这是土人的风俗啊？要是你帮这个女人戴上项链，就是要下聘娶她。不是吧？我不知道，你帮我解释清楚。
怎么全都摇头啊？过来。你不是想出卖我吧？我叫你过来呀。干什么？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我说破嘴他都不肯放人，我只好做给他看了。我说你是我老公，我们只能够一夫一妻制，所以你不能够再娶她。这么简单就搞定了？什么简单？我很大牺牲的，拜托你以后聪明一点，回去吧。小童啊，我现在跟你一样，每次来了肯亚都会走上来看扎罗山，看能不能看到山顶。可能是缘分没到吧，我还没有看到。对了，苏珊告诉我她只见过一次，就跟当成为了一对，不知道下次又会是哪一对呢？那我严重警告你，今天的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你救了我这么大的事都不能说。 OK OK， 明白，不说。还有啊，你最好赶快消失，别再给我添麻烦。要是有缘的话，就算离开非洲也有机会在别的地方遇到。哼，我不信。Hey, very brave. Thank you for sure. Okay, next race. 你们两个搞什么鬼啊？昨晚回来之后呢，他呢就开心的不得了，你就气呼呼的。没事啊，我都说没事发生过了。少谦，哎，干嘛？今天是不是有车去内罗毕啊？哎呀，我忘了告诉你了，车子坏了，专把在修理，可能修不好。嘿，今天可能没车送你出去了。不要紧，我不赶时间。好的，我会催他，看他修得怎么样。晴晴，麻烦你帮我家些针药。喂，你拿给他。啊 ！Don, please。啊！问什么事？刚才出去拿水，看见他，拿凳子给他坐。He's my friend. Please help him. Yes, I've done it. One to Libya, to Sudan. 地雷炸伤的，南苏丹那边正在打仗，我看他从那边过来的。伤口发炎，肉已经烂了，不马上给他做手术，腿就保不住了。在这里做手术，这儿电力和麻醉药都不够。这样吧，我试试联络总部，看能不能安排一架飞机送他到洛克医院。飞机要一两天才可以到，看他的情况再拖下去，不只是腿。命都没了，可是这么痛，没麻醉药他怎么受得了？我去想办法，你替他洗伤口。他们怎么了？阿飘是九宝的儿子。怎么父子俩跟仇人似的？九宝不喜欢儿子参加游击队，可是阿涛呢，却坚持只有透过武力才能够推翻集权政府。一个是反战，一个是武装革命，一碰面就吵起来。原来全世界的父子都是这么吵架的。可是九宝帮我们做事，你们救他不是就跟他唱反调？生命动力，政治中立，不管是什么人，总之有需要我们都会帮。他疼成这样，我怕他熬不住。阿飞说有办法就一定有办法。我找到麻醉药了。这是什么东西？是土人用植物自制的麻醉药，用来打猎用的，涂在长毛上的麻醉药。是啊。行不行？我看他们用两根手指的分量就能麻醉一头大象。
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救人，什么办法都要试。按着按着，他真的没事。你放心，我捡了一半的分量，他只是睡着了。在这么资源缺乏的环境里，救人永远排第一。苏珊，准备好了没有？好了，今天我们要一起睡了。这里每人有一栋房子，也不错。虽然我们来做义工，但是我们的组织很注重个人隐私，所以每个义工呢都有私人空间。你是客人，你睡床，我睡木箱就行了。这怎么好意思？有什么不好意思？来。我看我今天是睡不着了。你认床睡不惯。这几年我一个人到处跑，不管哪儿都睡得着。有没有想香港？没有。那儿没什么值得我留恋。那你的家人呢？我妈咪去世了，外婆到加拿大，我在那边读医。那你爸爸呢？别提这个人了。为什么你跟你爸爸像是有仇似的？哎，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小的时候啊，曾经用2块钱把我老爸卖给别人。当时呢，我还是小学生。我老爸是个狱警，凶得要命，全家人都怕他。我们家隔壁的小熊呢，是单亲家庭，他很羡慕我有爸爸，说给我2块钱呢，把我老爸卖给他。那我当然答应了。偏偏我老爸那天不知道是不是上夜班，整晚没有回来。我真的以为我把我老爸卖给别人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呢，马上把钱退给人家。虽然当时我只是小学生，但是我知道一辈子只有一个爸爸，怎么舍得没了呢？这么说你跟你老爸相亲相爱，恭喜你。这儿很闷，出去透透气。喂，去一会儿就回来，外面有很多动物，小心点。你要我怎么说才相信？你妈咪昏迷不醒，不是因为手术有问题。总之我尽了力了。妈咪在病发之前，你已经有婚外情，我怎么信你会尽力医治她？我是医生，怎么会不尽力治她？为了那个女人，要不是妈咪病发的时候告诉我，我还不知道。她一直不告诉我，有她的理由。因为她想维护你吗？妈咪在临死昏迷前还说自己错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不要我恨你啊。Ken， 过来吃早餐，待会有车到内罗毕。谢谢。这次来到这里也算是难得体验。其实我很高兴能认识你们。喂，留下你的住址，回香港联络。我经常到处跑，还是给你一面好吗？好。有没有纸笔啊？有。谢谢。你也留下 email 给我吧。你上生命动力网站就找到我了。他们说珍宝开车出去了。啊？这自己一个人出去了？是啊，昨天他跟儿子吵得很厉害，天一亮起来看不到儿子，他说一定是回去做游击队，就开车去找他，说不让他去送死。咦，他都在这儿啊。 Don， did he leave this morning？No, we just went for a walk. 啊，他去散步啊！糟了，他老爸还出去找他呢。Doctor, doctor. Oh my God, Jumba just had an accident. Oh my God, take me there. Where is he now? Take me. 去看。Can you hear me? Baba!
爸，阿芬，他怎么样？爸爸，表面只是额头受伤，没性命危险，叫他们放心。爸爸，好照好照。Listen, your father is still alive and his wounds are not critical. He's going to make it. Okay. Okay.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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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하차 나 스키야 무수리 하차 스키야 무수리 하차 아픈 하차 요시 고래 칸다 오케이 너 봐봐 어 하차 스키야 하차 他没有心跳 那怎么办 我替他做心肺复苏 他很可能有前夫性心脏病，因为情绪太激动，心筋梗塞导致休克，除非用去仙颤，使他恢复心跳。可是我们没这个仪器，最快也要到内罗毕医院。不行，太远了，来不及。心不跳，脑部就会缺氧，只要超过六分钟，就算救活也变成植物人了。那怎么办？ 扶他过来。你干什么？不能让他脑部缺氧。做刺激位的，发动引擎。你疯了？电池的电不受控制，会影响他的命。电池电压能有多高？一定要搏一搏了。你去，去发动引擎，不然这样会死人的。你是不是想看着他死啊？快去发动引擎，去！ 发动，别再犹豫了，再来。 他有心跳了 ，It's OK。 不知道军马父子俩怎么样了？肯定以后没那么容易吵架了。万一海涛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是杀人凶手。你真的疯了！一个正常医生绝对不会这么做。我不介意别人把我当疯子，只要救得了人，我无所谓。 万世上有几多爱，流露人泪之深。我到现在神经还绷得很紧，你居然唱起来了，是有感而发。喂，反正还有时间，带你去个地方。占卜，占卜，占卜。 你看，怎么这么多小象？ 其实这里呢是大象的孤儿院，虽然现在有法力禁止射杀大象，但是仍然有无良的猎人，为了拔他们的象牙跑去杀他们。象爸爸、象妈妈死了，小象没人照顾，于是送来这里。对，所以说幸福不是必然的，幸福摆在眼前的时候，应该要珍惜。你说我？不是，我是说小象。<笑> 送到这儿了，见过你之后，总算见识过另类医生。行了，送到这儿吧。我知道，我顺路到生命动力总部接电话打回家嘛。如果你想打，可以顺便。谢了。我有预感，我们会很快再见。可能吧。我到这边，就这样吧。 靠海里，靠海里。
谢谢。康护士，哎，何护士，赵护士，一起坐。哦，好。喂，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日子，习不习惯呢？有你们两个帮忙，当然习惯了。不过我真的搞不懂啊，为什么华姐常把你调到其他的病房？哎呀，在哪儿都一样嘛。你不用担心啊，就快把你调回来了。为什么？因为有王府医生。王府医生，他是我们妇产科的传奇人物。这阵子呢出国了，要不然啊，我们一定会忙得透不过气啊。告诉你一件事啊，他以前啊是心脏内科，他刚刚入行的时候啊，就已经敢做全香港第一个激光通血管手术，当时那些老前辈啊都站在一边呢。嗯，那为什么后来转做妇科呢？没有人告诉我。不过他转来做妇科呢，同样是表现得很出色，而且很受护士跟病人欢迎的。那他一定长得很帅了。嗯，是因为他工作认真、细心又负责。哇，这么能干又关心病人的医生，有机会一定要认识他。嗯，人暂时看不到了，可以看照片。哎，康护士，哎，吃饭了没有？吃了，谢谢。王府医生就是草龙医生。If you wander off too far,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If you follow the wrong star,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lost and all alone, get back on your feet and think of me.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boy.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If the bright lights blind your eyes,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If your troubles break your stride,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